现在呢没有时间出去，因为有一个店嘛，早上要出去，等一会儿要出去开店。本来的话，几年前呢就是大公园，我们一大群就是老太，就是都是老人多吧。 早晨起来嘛，就是正常的家务，洗脸刷牙，就是稍去搞一搞卫生工作。一般都是每天来的，坚持锻炼嘛。我觉得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觉得健康最要紧的吧，有了健康什么都有吧。吃的差一点啊，就是生活条件差一点，无所谓吧。 汤圆，那你来得吃吧，啊，帮你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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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瓜啊，我弟肚子应该吃。73岁的郑美珍每天生活规律，不但身体健朗，还能照顾体弱的老伴。 虽然上了年纪，郑美珍依然展现独立个性。她向来习惯亲自操办一切家务琐事，从不让孩子们担心操烦。哎，你好。等我来买布巾，红彩。布巾3块是吧？哦，给你3块，找5毛钱。 那这个袋子我不要了，你们哈省3分钱，我们回去把它扔掉，我有篮子的啊。过来吧。最快。东西要等我吃三只飞个。哎，做了嘿。哎呦嘿，好喽，我们回家了。 老师，这个是你现在正在绣的作品？我跟女儿一起在绣。哎呀，这颜色那么大。老师，一部作品可以两个人一起完成？一起可以，三个人也可以。大的东西应该是要几个人一起来绣的，一个人就是有时玩不成的话，要好几个人一起绣，一起来完成。那大哥，我跟我妈合的，上面这一幅。 我妈绣的平，那个包是，这边也有。郑美珍原来是一名绣娘，从事刺绣工作超过一甲子。妈死得早吗？就是6岁，48年，阴历是10月20，我妈突然病故了。 哭得来，我打来滚去，一个地稻草打在地上。那么开始，我奶奶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，跟我说：“你是没有妈的小丫头了，是吧？”
没有妈的小孩头是跟人家不一样，你呢是跟我学的手艺吧。女儿家嘛要第二次人生，我也不懂叫什么叫第二次人生，她是长大了以后要嫁人的，嫁了人嘛，你娘家没有人跟你说话，你要自己学会养活自己。童年时母亲早逝，父亲再娶，成长的岁月里，郑美珍孤单无依，却也养成了自主独立的性格。55年14岁，农村里没有粮食吃，就是我的父亲把我送到城里来，就是带了一份工价出来的嘛。这个架子，这幅光给这一幅是我舅舅给我做的。那个是大概那一年是就是我11岁，哎，这一幅是原配的。这个架子不是的，这个绷架子我的就是我的大舅他是木匠嘛，哎，跟我们自己家里种了一棵树嘛，一个梨树啊，梨树嘛做了一个台子。都下来做一个绷架，这是跟着我这么多年吧，养家糊口啊，比如说我的生活啊，就是穿衣啊什么，都是靠他了，就这样子。凭着刺绣手艺，郑美珍自力更生。结婚后，她依然拿着一根小针，用双手的温柔力量照顾着家人的生活。这一张呢，就是我们母女三人，大女儿是8岁，小女儿是6岁。女儿身上的就是毛线衣都是我自己织的，那个时候是还是在那个集装箱厂吧，晚上嘛就是这回来做毛线啊。就是做点鞋啊，做没有空的时间。我自己没有了妈，确定了没有妈的苦，那么我生了两个女儿，不好给他们吃苦，一定要讲让他们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就是培养他们，是不少他们吃的，不少他们穿的，是这样子。直到女儿出嫁时，郑美珍还为女儿亲手绣上祝福。料子选了以后，我妈妈就是绣的，然后叫一个80几岁的老师傅，全部是手工缝出来的。现在这种手工的很少很少，我这件是全手工的，全部是小一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，连那个纽扣都是。牡丹、蝴蝶、富贵嘛，不能拿语言表达，就反正就知道自己心里就懂嘛。看到这个衣服绣好了，然后就知道妈妈一份心意啊，感觉有点要流泪。现在嘛，就是年轻人讲究一点了，那时候也不是很讲究。那时候结婚嘛，就是去租一个婚礼服，这样子就，然后办完婚礼嘛就还掉了。因为最主要是一个我妈妈的绣工还在。还有就是哪怕我穿不了了，这是也是我结婚只有一次嘛，我把它作为就是纪念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精致的手工旗袍展现苏州的刺绣文化，更蕴藏着母亲很久不变的爱。是嘞，是死一个呀。这个跟我裱一下，然后配一个拉丁木的木框啊。它就是里边卡的，跟外边正常的框不要偏大。
镇湖是苏州颇具名气的绣品街，韩小军经常到这儿装筐采买。我有时候我们也有决定不了呀，这幅应该配哪个筐呢？叫老板跟我们参考一下，然后根据他，如果他年数长、经验丰富嘛，然后根据他再自己结合两个人再协调一下，总归把这幅绣品配成一个满意的筐出来。好了。好了，配合着去。这条绣品街1998年落成以后，聚集了上百间的刺绣店家，还有丝线供应、装裱和运送等上下游产业。这辆比较稍微好一点，看绣品啊，绣工啊。韩小军常在这里观摩他人的绣品，借此累积鉴赏能力，提升自己的刺绣手艺。我干嘛要看得这么近？就是看它一层一层里面有没有缝隙，它如果有缝隙，说明这一幅还不是怎么精细。它缝隙很大的，你看，不是很精密，那就说明那个细线也不是怎么细。近20年来，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合力，将镇湖打造成刺绣艺术之乡。这里20000人口中就有8000位绣娘。另外还有3000多人都从事相关的行业，但是传统的手工苏绣工艺依然面临发展的困境。近个4-5年吧，织绣现在冲击市场很厉害，特别是冲击政府这边一块，然后有的厂家不得不都就是想其他的办法，或者跟玉器配套啊，或者跟石头配套，或者就是种古董配套。冲击的到外地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这是苏绣，不知道是机器绣出来的，就是很盲目的。就是把它捋顺序的把它递满了。我到一个绷架呢，那在这里你看一下，就这样的效果，好吧？哎，斜绕这是怎么？斜绕这么打一点斜。就是像竹子这边有一点斜，哦，这本身就是斜烙针。哎，对，斜烙针就是有点层次型的，上面中间这一道，中间的是滚针，线绣两边。2014年6月，郑美珍开始教授苏绣课程，一年来吸引上百位学生慕名学习。是正式教。镯子的镯叶，这个针法呢叫斜绕针。好，这一般作业基本上好的，中间有一条线空的，就把它这个针把它电磨了。苏绣呢是苏州的就传统的很好的一种手工艺，你这一波传下去的话就是要绝了。很可惜的，看不清，老师都不知道在哪里了。那这个线呢？线是上次配好的，所有的线的颜色是老师配好的，配好了分给我们，然后我们根据它那个颜色往下走。两周就是周三嘛，它是一周隔一周的周。我一开始可能觉得蛮油门的。好几次吧，人家问我，郑老师你累不累啊？说实话，不累是假的，但是这一点累呢，我觉得是值，真的值。你看我怎么绣，
就是这个上面上去了，然后这个上边上下去，上不去就这样上去了呗。上面送了大胆一点。本来的话，我是默默无闻，我本来一身低调的嘛，就是秀了一点东西换几个钱，换之前呢，就是说怎么用呢？贴补家用啊，养家糊口啊，买点东西，就是这么一点事。现在我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就是不一样了。这个应该是斜绕针比较好，斜绕针比较好。一直一根弹。我希望就是我把我的就是手艺传给他们，就是，哪一天我就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带走了就可惜啊。教会了他们是我真的一种福气，看到他们就是认认真真在绣，我真的也很欣慰。太好了，啊，谢谢。这布为什么拿过来呢？其实等一会儿不是要，就是有一个你们说要做那个稿子嘛。然后昨天晚上我简单的搞了一个这个呢，等会儿我把它做一下那个图案。这个就可以做一个小件嘛，比如说像那个刺绣班里面做完以后，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放桌子上也行。梅花嘛，它那个像散套，散套就是像梅花，它做的细的话也套很多的呀，就是花瓣一般的简单那么套三色，复杂的地方就套五色也有的。因为有良好的美术基底，韦新华常利用下班时间帮忙岳母设计刺绣的底稿。那这个就是那个打纸的，这个呢，这个也是，它是整个绣满以后再绣这个，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点点点就是那个花蕾了，就是打纸的。有个瓷器里面有一个刺绣班，要学生要学点刺绣，然后就是要做点图案，就是小的，就是练练针法嘛，就是学习一下刺绣的技巧嘛。我说行啊，这个小事情啊，我说你只要把具体的要求告诉我，尺寸啊，一个圆帮，那个28公分我记得，28公分的一个帮，在那个里边，然后四种不同的针法就行了，啊，反正就那个简单的搞一下。像这个一般都是，就是那个戏剧服装方面的那个图案。其实韩小军的公公为贺林，过去也是一名高级工艺美术师。先生韦新华年轻时就和父亲学习设计传统戏剧的服装图样。武将的那个，然后传统他有传统的那个规定。就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做什么样的图案，什么样的颜色都是有规定的。像那个戏台上男的穿一件那个席子，就是那个大的那种，它里面图案如果是蝴蝶的话，这个人身份肯定花哨的不得了，就是流里流气那种流氓嘛。就像西门庆就是那种肯定用蝴蝶那种图案的，他不可能去给他用个龙啊什么花之类的，不会的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刚才给你们展示那个靠。小的是整理一个资料，因为它有一个直观嘛，有一个直观的效果在这里，就成品就是这样子的。虽然韦新华后来并没有承继父亲的职业，却一直留存着这些充满回忆的图稿。毕竟是我跟我父亲的一种联系嘛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种纪念。我父亲很多小东西我都留着了，就是对我，就是我们有特别记忆的东西都留着了。
边是密，这边是细，爬过去就是这样。对，这一针过后呢，你绣呢，那它就在这里，你自己看了，斜的呀。韩小军平常跟着母亲学习苏绣，也在课堂中帮忙准备材料，担任助教。他们有时候不会绣的话，我会老师来不及，我会帮他们，就手把手的教他们绣，跟他们讲。然后就是上一节课没来的，就出差的，我可以帮他们补上一次的课。互动其他这个穿衬衫，我们没想到，就是本来想总共十几个学员，应该我妈可以对付她，没想到总共第一期40个，我没想哇，就是感到很惊讶，也感到很欣慰，很开心的吧。这边是条金吗？还是有？没有看到学员们个个都很认真的，而且一期不到，就六节课不到，已经有都绣得很好的成品出来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一堂苏绣课，教与学之间彼此鼓励，也让手工苏绣技艺得以继续流传。妈妈绣的一幅一幅幅很漂亮出来的，就有点羡慕呗。我肯定要接我妈妈，把那个苏绣一直要传承下去，甚至就是如果他们就是他们的书院就是一直把学员教下去，招一直招，我妈妈不行了，那这个棒子就我来教。就是说，让人家都知道，在这个小路上还有一家苏绣店，是老的，而且是很传统的。